手，是人民的手，人民的意识，人民的法锤。今天他就吹着资本主义的高墙，他不放下。高墙，我不知道说什么。高墙，你老板啊，你们不要闹好不好？喂，喂，你要不要来成大电音趴、啊？成大电音趴哦，什么时候啊？现在啊，我们都已经到了呢，赶过来，赶过来。好，那我现在赶快出门，拜拜。避免群聚感染。啊，今天晚上电音趴怎么办呢、啊？哦、啊，我直接算人口密度就好了。奇怪，我算不出来。我电脑算了。可以出门哦。等一下，手好痒。你们看到吗？那是啥鬼？我现在马上就要去洗手。洗手乳、肥皂，啊，还有最重要的酒精消毒。完了，来去 party 喽！哇，刚刚不是大晴天啊！你老天爷叫我刚出门啊！我一起现在是玩电脑。大家好，我是水壶的姐姐保温瓶。我弟呢跟骰子最近在参加永丰银行班的一个摄影比赛啊，大家可以去下方的连结帮我们按赞分享，一定要按赞哦，这超重要的。拜拜。